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Batman。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修读这一门很有趣的操控气友式的卡通动画课程。这是一门非常很火的一门课程哦，它重新一个全新颠覆了一个过去我们在做动画的方式。那可以透过我们这一门课程所学的软体，可以让做动画变得非常的简单有趣哦。那我们只要透过这个软体特别富有的这个脸部追踪系统，或是那个用键盘滑鼠的方式去控制人物的各种表情、动作、肢体语言等等，那可以让我们的动画或是一些教学影片就变得非常的精彩有趣。那欢迎各位来修读这一门课程哦，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因为这一门课程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透过这个卡通人偶，你就可以表现出你的课程脚本所需要的情绪，比方说生气、开心、非常的开心、很爱慕某个对象，或是非常的难过哦，都可以透过我们这套软体这个课程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我就飞走咯，记得要来修我的课程哦，拜拜。来照，走错边，飞到这边来才对。